哎呦，啊，那个副主编，我刚要去找你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嗯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想跟你说声抱歉。嗯，没关系。刚刚不好意思，我失态了，因为我总是觉得你跟我一个朋友很像，其实明明知道你不是他，却总是把你当成他。 副主编，我其实是想来告诉你，我总算找到你们了。你来干嘛？不是说了一起吃火锅吗？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呢？还要去跑这么远的地方？啊，你不想请客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啊？不是我是过来出差的，谁会为了躲一顿火锅躲这么远呢？你也真的是会说话呀？我。 我会，哎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哎，副主编，我听朱英姐说，你们出了点意外，但她也没说什么意外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要是你们真出了问题，我还能搭把手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俩穿的这什么衣服啊？情侣服吗？这么难看，干嘛？没想到你是工作这么认真的人。是。既然这样。 各自回房间休息吧，明天还要选景呢。哎，来都来了，要不然一起喝一下。我不喝酒。哦，那我们去吧。走吧，早点喝完，早点休息。走走走走。来，哦，哦，你干嘛？有蚊子。 故意的吧？你笑什么？我问你话，你笑什么？你长得好抽象啊！我抽象吗？哎呦妈！哎，副主编，副主编，哎呀，你别这样动，他喝醉了。 他喝醉没过程的，他就半杯，他就倒了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你赶紧背他上去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就别帮倒忙了，来来。哎，小心小心！你别背了，哎，你别背了，刚倒完，你在外面。小心。 怎么一辈子都不干呢？多容易着凉啊！ 这俩人搞什么鬼呢？